你们再不进来，我就一直放这首歌。没关系，这首歌有60分钟的版本。我10小时的。好啊，你要10小时就来啊，反正我这喇叭可以用很久。不要了。OK。吵死。我可以给你别的，你放别的可以吗？好的，各位，今天我们要来打 R6 喽，耶嘿！你再帮我进麦一次，你就死定了。那根据上部影片的留言，大家还蛮想继续看我玩散弹枪的哦。攻击方的 bug， 他们叫我不要用步枪去打，他们叫我用下面那把散弹枪去打别人。也有人叫我玩 boss 狙啊。干你娘！你们问题很多哎。我们先开场练习一下。哈！跟你讲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非常好的开始。好的开始，太棒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最近最后一个叫孤儿院，最后一个，哈哈哈哈哈！又要爆炸了。又欺负着啦，弄人摸掉啦，你可不溜的，哩哩哩啦，啦啦啦，你欺负啦，不服气票啦，哩哩哩啦啦啦，哎呀！看我刚刚用猎枪打爆一个无人机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你用韩国干员没有打不好的原因，就是你没有跟着唱韩国歌。小小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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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你死的时候我喇叭刚好关机耶。对呀，要对呀，要。哇哦！我对呀，要对。进了，进了。我他妈是个天才。那我退，那我退，那我退，那我退。出去了。新加坡里的马蹄，绝对是脚客。啊 ！Five seconds left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 ？Attacker must locate and defuse a bomb。可不，我爬上来一次的呀。你掉到舞台啊！你掉到舞台外面。哇哦！去你的！为什么就这么刚好？好，15秒，Fuse Rush。好啊，好啊，走。有一种是马路机没炸掉了。我听到声音了，小房间。楼梯好像有一只，震一下，震一下。有吗？跑了跑了，传音筒没跑没跑。哇！太重了。有，再见先生。俺是耿天啊！靠背了，审问。Fuck you！ 哎，阿丹，你看你那门上面那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你在军中学到的战术。不卡。哦，来 one ten， 他趴着，跑到走廊那边去了。喂，这个跑过来啊，太棒了，都跑过来了，我操！你被99 R6S 给杀死了。喂。
舅舅是我老婆。然后我要放一个你们人人都爱，而且现在还在听的一首歌哦。跟你也鸡掰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干，我没有用过这种音乐当我的频道开头，好不好？今天要来教大家。来来来，这边很 many 哦。Many many 哦，赶快把那个车在下面。干，有人跟我拿一样枪。这你绕过去就好了。Attackers have located a bomb。啊，干你娘，好痛！手背到手腕都好痛。就是哦。王哥，你回去吧，我看能不能。还有一只。太棒了！不要折。哇！就在外面。好累了，我觉得。下来，跳下来。这里，这里跳下来，这边。哈哈！我底，我打电脑，干。我呀！有一个靠背。不是帮我架。阿呆，这突然的退缩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换子弹啊！那你也试一下。对呀，哈哈。每次都没打到头。等一下 ，C4，C4。为什么可以三杀的？哦，我要疯了！给他蹦逼乓，快点！来蹦逼乓，蹦逼乓，棒棒！好。耶！呜！第四万阿妈的，654而已，我们分数。